Hello， 各位，农历八月九月，广泽尊王与中坛元帅三太子的香棋来喽！神明生日祝寿贡品百百款，今年想来点不一样的吗？这一次院子人为信荣宫与太珠牙打造了专属的祝寿塔，还特别设计了信荣宫与太珠牙的帅气英姿，让你的祝寿塔在众多贡品中最为亮眼。这次推出了小资祝寿塔与神器祝寿塔两种款式。订购再搭配我们的专属优惠码“贵哥带你发”，就会多送你一个精美的随身小财库吊饰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选我们上方资讯栏或者影片下方连结。在此，我们恭祝全台广泽尊王与中坛元帅圣诞千秋。哎、欸，还有、欸、上去还有一层。哎、欸、哎。Hello， 各位，好久好久没有一日进香团了。那我们这次是四天三夜进香团。哦，这故事说来话长啊，大概两年前吧，应该是两年前，我们每年都会宝贝说要去哪里哦进香之旅。哦，两年前我们宝就当波，结果遇到疫情变好严重，那时候严重到连这个庙都不能进去，禁止任何宗教活动，所以我们整个进香就这样停摆。所以一直有点忘掉这件事情啊。后来今年我又想起，我跟戴根宝贝说，我们东部是不是还要继续？他说对，排除万难，好不好？推掉一些工作，排除万难，我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五天，我们要去四天三夜进香。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载我们的伙伴啊。我们因为这是在平日啊，我们在平日大家四人工商都要上班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只有两个人。车子肚子饿了。他在哔哔哔啊！洗个车啊！真疗愈啊！你看，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水这样跑哟。哦，大家还记得小时候吗？这一次东部进香之旅呢，我们一共会走十四间宫庙啊。这边我们就不提前曝光了，我们影片慢慢看，后面就会一间一间出来。啊，今天第一天情况比较特殊，我们要等我们的静修傣中立下班，所以我们是下午才出发。我们预计今天晚上会到宜兰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直接冲到宜兰，直接冲到宜兰。看伊啊，我们即马咧等阮的静修傣中立下班。在中立下班了，另外一边来干啊！另外一边依然下雨，很棒。第一站很尴尬了，第一站蛮尴尬的。抵达是八点半，然后他们九点关庙门。依然的夜景快乐，然后来干。第一站头城斜天宫，好，去里面。我们只有两个人，来，德公教，德公教。来捐献一下，做点好事。那这间头城斜天宫的处衙管定就有我们的名字，好荣幸啊！哇！来，哇！只要设计的对，人人都可以是点钞机。哎呀，好！今天住假，这个我来啊，沙西你好不好？我接了，好，不要接了。今天住假。哇塞，你小黑大概要做功夫哎。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来他们家住假了。哦，上次来我真的也忘记了。客官，这是在向我的胃溃疡挑战。好垃圾的食物。早上五点多，我们今天行程很赶，所以要很早起来。我现在有六个地方，现在依然下雨。问题大了。喂，你啊，保安兄，这是咱的第三间。哇，雨势有点大。
是在宜兰海边的一间台柱窑油，规模蛮大的，尤其是在它里面，可以弄木雕哎，我们在宜兰那边有弄出霸气。它后面有一个观海楼，是吧？观海台，会有很多海苔的，啊，观海台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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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会滑哦，会滑会滑，哇，海个屁呀、啊！天气太差了啦，全台金炉实测。哇呀！本次行程的衣服是由金钻国际赞助。哎，好看。那个雨没在开玩笑呢，还是很大的呢。礁溪斜天庙，我们之前有来过。我每次来都会看这一尊看很久，因为这尊离我们最近，而且它的造型真的很帅。那礁溪斜天庙有一个全台唯一的关帝先祖，哦，就是关公爷北部阿嘎关夫人，不过好像又在整修了。我很记得他才尴尬还没多久。这是会尬，第二个啊，这是我们出变热。我觉得今天宜兰大概都会这种湿哒哒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那间庙山上，大家再猜一下。好，山上在山上，被刷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那里有一个女的，哎、欸、妈，被刷了。喂，好山好水好天气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天气不好，毛毛雨啊。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爬这个楼梯上去。脚好酸喔，脚好酸，脚好酸。哎，这么远，哎、欸，还有、欸，上去还有，还有一层。哎、欸，啊，上去还有一层。我手也很酸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你请给我之后，你到那里。好，我们要请到楼上哈，楼下有道场。好，好啊、你来叫菜。我跟我们师兄一起。继续。那个说，啊，你搁位头前开，地当，等下，地当上山，嘿嘿嘿嘿，我没进发，哎、欸，咱爬到，无啊，爬到最高神医，够有神医啊，有够喘的。我们玉尊公今天有办法会，我们神明请上，会先请到旁边这边。伊这是山顶的一间天公庙，也逐年正月初九天公生，疯狂啊！哇，刚遇到一件我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小弟浅见，第一次遇到哦，小弟浅见，好不好？哦，因为我通常出来，我跟我们地公伯伯说，要不要拿这个香火回去？哦，要不要请这个这间庙的香火回去？哦，帝君说 OK， 然后我来跟庙里面拿，然后庙方说，哦，这个很慎重，他们要干伯要监视你伯伯，要确定天公是准许你请这个香火回去的哦，所以他们还派一个人来看着你念。哦，念什么要让他听到，求什么要让他知道，然后看着你拔杯，我确定提供是同意的，他才会把这包香火给你，非常的慎重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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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回家喽。哎哎，下一件一样在山上，大家可以猜一下。好，一站三清等于要下茶的地口，先准备下茶。觉得你们这次帝君来是来点几个？哈哈哈！冇冇冇，你要包家祭，哎，包家一些很特别的庙，哎，包家定体，必有合境，不是合境，合家平安。哇，里面人好多。宜兰道教总庙三清宫，这以道教来讲，三清德州算是天花板的啦，哦，这边是个算是道院啦，所以常常会有人突然 kick 起来这样子，吓一跳，哎呀，我看吓一跳，好爽，这样这样子，嘿嘿，
就是这样子。大人还能跑什么？哦，我回卡。好，一刀成功嘛！好，谢谢谢谢。南方澳，不用猜了啦，南方澳。现在有个小问题啊，这个小问题就是这个今天是平日嘛，找不到车位啊，这游客怎么会这么多的？能咋的？平日啊，我的妈呀，平日我没有位置停，绕树三枝啊，无枝可栖啊。你搞很贵哎。各位，我们看先请进去了。我们要上去看真正的金妈祖了。对，然后在三楼。哎，二楼外给写玉妈祖的。哎，宜家，他们不考虑盖个电梯吗？我们今天受够了楼梯。哇哦。大家来看一下蓝南天宫楼上一定要拍的一个景，就是照出去会有渔船跟那个很多龙，很多龙，有渔船，有很多龙，哦，啊，那个龙很密集哦，它要比一般庙还要大倍，有没有？哇！我们要回家，啊，伊个交警旅客落去，所有委员拢走出来，拍水拍水拍水。谢谢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给，有压力，因为他们所有委员都在等我们开车。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我们要去花莲了，各位，俗话改啊，各位，猜看我们花莲今天住家哪里？来，给大家一点时间猜，哦，不要给我快转啊。清水断崖呀，必须停啊，一定必须停啊！您别捧工，我会扁你。这里有厕所，你这帮想放一个溜达，行楼梯，你敢不敢？会艰苦的。迄等下放的了，该爬起来，你知道？太折磨了啦。已经在软脚了，是正常的吗？我脚在抖。环岛必经之地，这就是疗愈的声音了。你吉利哦，敢差死。各位神明您好，我们即将抵达今晚的入住点，花莲港天宫。港天宫啊，各位。哎，祝各位神明旅途愉快。来哟，开车三进三出哟，来。金龙，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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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今天晚上住这里，哦，终于不用撑雨伞了，啊，太完美了。哎，对，今天晚上住这边，晚上住这边，晚上住这边，对。我们今晚就是住驾在那个花莲港天宫，我们在那边过夜。啊，我们今天也是住在花莲港天宫的香客大楼。我们等一下来开箱一下他们的香客大楼长怎样，好吧？有来过花莲港天宫的人，应该对他印象深刻，就是他的庙前面的两个大龙条。它其实好像是一个楼梯，旋转楼梯耶。那里面到底长怎样？不会只是楼梯吧？入龙喉。不是啊。那我们今天已经走那么多楼梯，为什么还要再走楼梯？好奇吗？哦。然后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看，不会只是楼梯吧？哎，我觉得，我想哭。只是楼梯。这个楼梯在旋转我。哎，又喘了，又喘了。这还有啊，看看什么，鬼佬啊，戏佬啊，哎，呜，出来出来，蛋糕吗？蛋糕，啊，就上面楼上，楼上，它有电梯吗？我
来来，办理香客大楼的住宿，花莲港天宫大饭店。开箱港天宫的全房哦，一零一零二，哎，无靠背，哎，这有淡薄像宿舍。来哦，要来哦，要来哦。你这是要看我看不看谁看不看吗？哎，干那个。入境水土，那有人赢，那就超帅。有人赢就讲，哎，拍谁撞掉？拍谁撞掉？拍谁？没关系。你看没有他哟，嗨，不错哎，有独立卫浴啦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还有冷气，哇哇，我不用共盖一个被子，不用。哦，我不想，哎，我也不想。干死吧你，当然，干死吧你。哎，他等他等，等等一下，下。干死吧你，干死吧你。全新哦，新赞，来来来，激动激动，这间应该不需要我们广告啦，哦，这间不用，东大门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这个，人人估价王，咱看这东西大概价值多少钱？三百，这么贵吗？要不你阿哥？235，等一下，跟他平均一支100多块，那间是假行情的。好、哦，我们被搭讪了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、啊，牛排。哎，来夜市就是吃牛排啊。哇哇哇！哎呦，中了！滚！再问大哥啊，问大哥亲自来到这边来搞我们叫嘎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公家伟，大哥，大哥。